怎么给狗狗剪指甲？白翔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消化系统外科疾病专科医生。首先，主人需要准备狗狗专用的指甲剪，人用的指甲剪容易剪破它们的指甲，最好准备一点干棉花。主人在剪的时候要注意，白色的部分是可以剪的，而粉红色的部分是血线，剪到会导致狗狗出血疼痛，因此主人在剪的时候需要进行观察。如果剪到血线出现出血这种情况，首先需要进行压迫止血，可以拿干净的纸巾或者消毒棉花、棉球等进行止血。如果家中有专用的止血粉，可以撒到伤口上配合压迫进行止血。同时需要注意修剪的时间，不要给每天给狗狗剪，以免狗狗出现剪指甲抵抗的心理。一般两周修剪一次，然后最好是两个人配合修剪指甲，以免狗狗在剪指甲乱动会出现剪伤的情况。第一次剪指甲如果主人不会的话，建议还是找专业人士给他们剪，以免剪到血线造成心理阴影。